影网八爪鱼八足咁多爪，为你报道城中热门话题。今个星期会为大家报道温哥华华裔小姐冠亚季军，代表新时代电视捐赠食物去食物银行，同埋型男冠亚军 Jackie Frankie 做义工派圣诞餐，仲会有功夫电影大导演唐桂丽嘅访问，同埋多伦多新时代电视嘅圣诞派对。总之每个礼拜约定你，星期日晚7:40，荧幕八爪鱼。